欢迎来到 YouTube channel， 今天我要教你们的就是这个十字架多一点，一个在这里，一个三个三边都有，除了这边。我们要怎样呢？首先我们先 formula 我会写在下面，上过下过，上过过下，完成了这个 OL 就完成了。谢谢你们来看我影片，记得点按赞分享，并且订阅，谢谢。